Hello，大家，我关一下那个很恐怖的功能。欢迎由奥运会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丰田汽车赞助播出。让我扯一扯这个很恐怖的高领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呢，再让我们回到冰球赛场，去重温一下中队冰球小组赛的精彩盛况。Hello。大家晚上好。我总感觉这个灯怪怪。谢谢谢谢山丘送的礼物。等等啊，我涂点口红。哎呦！算了，不带。谢谢 Jacky 棒送的舞狮，谢谢谢谢 Jacky 棒。这个得扯一扯，高领域。谢谢迷茫茫独自闯一点送的虎虎生风，真的吗？这首歌是一家爱介绍我听的，谢谢鸳鸯才不吃宵夜送的虎虎生风，谢谢。云歌单吗？我还没有写出来。对对对，谢谢要开心的小羊送的虎虎生风，谢谢。谢谢哦，这是什么东西啊 ？Hello， 但是大家放心，我答应大家的员工演肯定会在我回去之前去演的，对。其实也裂了吧，但是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已经裂了，但是没有完全弄好，所以我就没有那个。Hello Hello， 反对无效，反对无效。这是最后哦，来得及来得及，我答应了，还是会去做的，对。背景音乐叫做反对无效。云公演，云公演，对。最近吗？探店吗？最近就是每天中午跟这个亲戚吃，晚上去跟别的亲戚吃，然后吃完之后就抓着中间换点儿的时间，然后就去咖啡店走走探探店，如果不能出去喝咖啡就叫一杯咖啡外卖在家里面这样子。对，呜，拔乐碰好想去。段总吗？本来今天约了段总的，但是因为明天我要一大早就得出门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对，明天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明天要这么早出门，因为明天要去一个开车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的一个地方。对，我刚开没这么快。对，明天什
吗？明天瀑布不是自己开车，但回去之后可能就要开始学车了。对，嗯，明天约了那个梦圆，对，梦圆见面。可能你们不知道梦圆是谁。对，好，肯定会一次性全部过的。哦，翻牌吗？翻牌等一下就改了。对对对，符号词。我这边怎么没有礼物弹出来，卡了啊？送的是什么啊？完全没有看到。哎，落了好几个，可是我这里一个都没看到。谢谢大家送的虎，谢谢标点符号子送的虎虎生风，谢谢你。对，还有，谢谢调料汁送的虎虎生风，谢谢。对，我看到。生日公演吗？不知道哎。谢谢瘦子送的锦鲤，谢谢。小。我能看到瘦霸，不卡、哦。谢谢乌梅酒酿的阿寿小朋友送的舞狮，谢谢。这是新出的吗？我怎么感觉我前段时间没见过这个呢？谢谢乌梅酒酿的阿寿小朋友送的虎虎生风，谢谢乌梅酒酿的阿寿小朋友送的锦鲤，谢谢你送的新年套装啊，真的吗？可能是我真的太久没直播了，哦，我真的很久没直播了，说实话，我真的有很认真的放假，真的，一周，对对，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放假，因为每天出去玩回来就已经很晚了，然后呢，前几天就是真的很想直播，但是那几天就是搞那个 vlog 嘛，然后就没有弄。谢谢乌梅酒酿阿寿小朋友送的拜年，谢谢。最主要是每天，然后你出去玩，吃完饭回来就很晚了，然后晚了之后呢，就是我前几天很想直播。谢谢阿巴巴的小恐龙送的锦鲤，谢，就很想直播那几天。然后呢，后来我默默的拿出了卸妆巾，因为真的好累，对。就是你坐在那儿，谢谢艺考生小黄送的虎虎生风，谢，就是要每天在讲话，就是啊，对的，嗯，是的，哦，对，没有错啊，对，现在在上海，在上海，对，上海，不错，就是，自己住这样，就是感觉每天就是，然后你就是，那对，谢，就是那个香妃啊送的虎虎生风，谢。对，每天就是嗯，对，工作忙吗？就是通告多吗？对，就是每天都这样子。谢谢收音香香子送的虎虎生风，谢。对，冬奥会吗？说实话，我连冬奥会这两天我都没空看。对，催婚哦，那我们家里的人还是知道我做什么工作，我不会被问到这种东西，因为他觉得。这种是对我不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去问。对，谢，都给小杨送的虎虎生风，谢。我们家人都很有那个，就是知道我在干嘛，不能干嘛的。哦，对，所以不会被问这种东西。嗯，对呀，是呀。就算可能亲戚朋友觉得就是有合适的，但是妈妈都会直接就说我女儿没有办法，现在的工作不行。对，
直接拒绝。嗯，是的，对啊，因为在我内心，事业比任何都重要。对，而且我妈妈也是觉得，女生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其实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嗯，我全家人都挺支持的。嗯，要看 Komi 吗？ Komi 睡着了，等一下给你们看。对。努力做一个，就是将来做一个就是富婆。2021年的愿望还是要做富婆。我对不起他，我要让他睡觉了。对，对对对，然后我大概我在直播，爸爸。限制他发挥哦，对，我到时候回上海之后，可能就是 Komi 妈妈应该会带一段时间在家里面，对，就给妈妈带，可能带半个月左右吧，对，然后就先回去，上海最近也太冷了。谢谢娟 J U A N D O G E 送的虎虎生风，谢谢，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没有办法，已经问了好几个航空公司了。对，是的，因为妈妈可能过半个月之后去上海的时候，可能上海的疫情就会去新兴了，到时候她来就比较好一点。对，嗯，是的。已经掉星了吗？真的吗？已经摘了吗？哦，好感动啊！哦，你知道我前几天去光孝寺，因为带星星，我都没办法进去。我年初二的时候跟同学，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都要去里面，然后我就这样，去吧，我在出口等你们。好像打麻将，我等一下要去打盘麻将。对，我爸刚打完麻将回来。谢谢小江要学习送的虎虎生风，谢谢。这是我昨天买的衣服，我昨天去东山口了，然后就去店里面逛了一下，然后就买了这一件。然后这件衣服它其实是一件没有袖子的衣服，然后我就想说，我昨天买了两件衣服，都是夏天穿的，一件是这个，然后因为这个夏天的话就是那种无袖的这种衣服，就对，无袖的。然后我还买了一件背心。不是，因为里面穿了一件打底，对，然后还有一件买了一件背心，然后那件背心也是那种夏天穿的衣服，
然后还之前还是 Hollister 过年前买了一条裙子，就是也是那种短的那种裙子，就买的都是那种，啊对，有帽子，就是无袖卫衣那种，对，反季节购物确实，尾椎骨吗？我觉得其实好的差不多了，对，是的。谢谢这里喵酱啊送的虎虎生风，谢谢谢谢。没有吗？鸳鸯跟貂蝉吗？挺好的。对，谢谢要开心的小羊送的锦鲤，谢谢。貂蝉好乖，对。貂蝉真的是那种好乖，对，就是那种。谢谢少年指挥的绿宝石送的舞狮，谢谢。貂蝉真是那种，就是他也不叫，然后就是这样就也不动，你知道吧？哦，对，鸳鸯也很乖，但是鸳鸯其实比貂蝉会更跳脱一点，嗯。但是貂蝉真的就是要跟你平起平坐那种，就是我坐在这个凳子上吃饭，就是狗，就是鸳鸯，不，貂蝉就是，那我也必须得坐在你跟你们同一个就是凳子上面，不然它会叫，你知道吗？要平起平坐，对。然后鸳鸯就是看完之后就。其实鸳鸯没什么，鸳鸯就在那个窗台上面看风景。然后呢，今天吃饭的时候非常搞笑，就是之前吃饭的时候，鸳鸯就是也叫了，然后叫了之后他说，然后我妈就抱着鸳鸯，今天我妈抱着鸳鸯，然后我妈就说，你是不是也想吃啊？你是不是也想吃啊？就很搞笑。我是什么刘海？我是天然而成的刘海，对。但其实你们看我头黑色头发长出来，其实还好，就是也没有到非常的多。对，就是如果你可能不洗头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头发会比较的，就是长出来很多黑色。但是你一洗完头之后，你突然觉得，哎，好像还好哦，又没有很严重这样子。对对对对对，什么时候生日公演还没有定？对对对，嗯，什么时候补色？我觉得长出来这一点点还不用去补色，因为漂一次头发其实蛮那个的。对，今天吃了《鹿鼎记》，对。这段时间起码是吧，就到生日公演之前应该都是这个颜色，对。然后生日公演完之后应该会去染 Rose 之前上一次回归的那个头发，你们知道那个头吗？就是 Rose 上一次回归的那个头发。他怎么最爱那个？不用漂了，因为我本来就是浅色头发，嗯，因为我头发其实还好，我头发保养的还是可以的，就没有到很累，就是你摸我的头发跟别人真的那种跟我一样漂的那种头发，就是真的，我突然觉得我的头发好，就比他们好很多，就是整个就是真的很优秀的感觉，啊，就确实啊，我每天都是五蹦五蹦的涂，真的，只要我吹头的时候，我就会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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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很多。啊，对，我现在要涂五蹦。所有样头发少少，对，他们说一定要有一头漂亮的乌黑的长发。哦，
金色的头发。谢谢谢谢团宠无意送的虎虎生风，谢谢。乌金乌金的长发，给你们看我的那个红包，长得好，我觉得这是我这次回来唯一收到一封最就是最好看的一个红包，我小姨给我的，你看是不是很好看，是这样子的。对啊，它就很漂亮，我感觉看着就不像红包，像是一个你平时那种出门的那种拿着的那种，对，就很像这样。哦，我下半年吧，我下半年可能要经常，我因为我很多身边的好朋友都结婚了，而且是我比较就是从小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所以说下半年可能如果他们都结婚的话，我可能就是得经常跑回来。对，就是因为你很好的朋友结婚，然后你就是必须得就是不当伴娘，不好意思。对对，确实下半年的开支可能会很大，因为好多个人结婚啊，不止两个。头疼啊。其实今年这一次回来的时候就是了，就是感觉喊身边的朋友们，我说出来喝点东西吗，或者出来，可能他们这边没有那种就是晚上可能喜欢去清吧小酌一杯的那种习惯性吧，所以说就是说我说出来吗，他说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我说十点多很早，他说不行啊要睡觉了，我说大过年的十点钟睡觉，你不是开始才搓麻将吗，他说没有，就小孩要睡觉。我说我说不好意思，你这个层我还没有经历，我不知道，就是说你们这个点儿要该睡觉了。对对，不是人家健康生活，人家是他的宝贝要睡觉了。 OK， 而且不止一个，就是我身边看大家哦，好几个，因为广州其实结婚的也还挺早的，然后就是好几个人都已经就是步入到了这种状况，我会觉得，我妈说了一句，人家是正常，我是不正常，你又不看看你女儿是做什么工作，我这是叫是为事业而努力，我还在拼搏。笑什么？笑什么？不能笑，我这种事业女强人型选手 I don't care，反正我也不喜欢这种小朋友。对，嗯，对啊，哪怕我以后就是说出来以后，出来之后我也要是真的就是专去读书，再去沉淀自己，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做自己更多想做的事情，这才是我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是的，你知道我现在看晚上，谢谢小 H 爱喝冰拿铁送的锦鲤，谢谢。我现在基本就是经常看人家那种，就是那种团队经营学的书，
谢谢小卷送的虎虎生风，谢谢。还有那种就是管理经营这种，想读 NBA 不是，就是看看嘛，多看看这种书嘛，对。卡了礼物吗？是吗？高质量女性，没有。谢谢小雅送的礼物，谢谢小雅。对，可能没有看到，因为她经常卡卡，但是我这里就是说一点都不卡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发现我最近唱歌比之前真的好了很多。我回去的第二天，可能第三天，我就去上声乐课了。回上海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要做，因为前段时间上海一直下雨啊，太冷了，就是很多想要去拍的东西、做的东西都没有去，所以说这次回上海之后就要去把这个东西敲了。然后本来这几天在广州想跟三萌萌老师把之前画的那个 PV 给拍了，但是上海这几不广州这几天实在是太冷了，就是你没有办法穿成那种很短的短袖在外面行走，我真的做不到。对，谢谢景宝宝宝送的虎虎生风，谢谢。真的很冷，对，广州是真的，就是说它冷起来就是真的要你命，就是入骨头的那种。但是这两天其实暖和了一点，对。但是我其实虽然说我还有几天就要回上海了，但是呢明天一天要，就是明天早上8点多出门吧，可能5点多钟结束，然后要坐1个多小时的车回来，晚上要跟亲戚吃饭，然后八号中午也要吃饭，然后晚上也要跟别人吃饭，然后8号的晚上还约了段总，然后9号也是，就是感觉好满的，对。就每天都有事情做，谢谢眼睛去哪儿的送的虎虎生风，谢谢。就每天都排得很满，就感觉过年这几年，你到时候看我的 vlog 就知道了，就是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对，就是本来就好像今天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就因为我跟妈妈有习惯，就吃完饭就喜欢去消食嘛，就是走走路散散步，然后就今天的照片就是在走路散步的时候就顺带一块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就 OK， 今天的图片有了。对，就是会是这样的。妈妈拍照吗？对，她拍照好看。谢谢，这里是小雅送的锦鲤，谢谢 SEP 送的虎虎生风，谢谢。确实，云公演吗？还不知道，再看吧。对，瘦了一点啊？不会吧？应该没有，你看错。画饼天王，对，也不是说，但是该做的就答应了，还是会去做，也不是说给你们画饼，对，不是，是最主要是今年跟，因为今年广州疫情没，就是没有像之前这么严重了，就是。上一年很多没有见到的亲戚都卡在了今年见了，你们要就是没办法，就不可能说我本来一年在上海的时间就很长了，我能在家的时间本来就很短，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很，其实很多东西我也不想去做，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本来就是见家里人时间也很短，所以我也要经常出去拜年什么的，因为
就是亲戚其实也不常见嘛，对，就是只能就是说最近的都要见的也都见了，然后见完之后可能明年了再见这样子，对。嗯，我知道，因为之前答应了答应的事情，其实也是我当时说的一件事情嘛，就是说能做的时候，就我也想是尽快就把它做，对对的，因为其实我也很想去挑这个员工演，也不是说，因为如果我不想的话，那我肯定也不会说，对，但是只是我没有想到回来就感觉每天都在吃饭，真的我都能列举出来我这几天每天都在吃什么东西，对。嗯，深圳也没法去了。哇，谢谢甲鱼送的用爱发电，谢谢甲鱼，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谢谢甲鱼，谢谢甲鱼送用来发电，谢谢。钢琴调弦了吗？不是跟你说了吗？那个钢琴的那个调音师他没法来。而且就算他过两天空了，他调了我又走了，那调了干嘛呢？调一次这个我们家这个琴得快1000块钱，然后可能我弹不了一天我就走了，那我还不如不调了。对，对，因为我们家琴太老了，所以调一次很贵。嗯，因为那个师傅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就是他是很老了，然后他调琴就一天也不能调太多，然后过年期间因为本来约的人也多嘛，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事情做，他也要放假，对，就是很老的广州人的师傅，对，就没有办法。嗯，对，我是接的头发，表弟是00年的，对，就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就是过年的时候还是会直播还是干嘛，就人家是真的该休息就休息。你知道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才聊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我说你们平时下班了之后同事之间就不聊天了吗？就是他说下班回家就是大家自由的时间，聊什么天啊，我天天上班聊的还不够吗？下班还要跟你聊。我说我下班自己还不是没有一些自己的时间了吗？我说你们的同事情好像就是也就那样而已，是不是？就是我就听得我这样子的吗？他说天天见，难得过年这7天不用见，我还跟你聊天，有这么多东西跟你聊吗？我能聊，我跟你当姐妹还跟你当同事干嘛？我说是的呢。我说他说见到他的脸我就想起要上班反思。我说对的，你说的很他说我觉得你们365天天天感觉都要上班。我说不是啊，也还好，就我说我现在天天就会在房间里面发点东西，如果不发我心情也很难受。他说那不就是365天天天都要上班，只要你打开这个软件发了一个东西，哪怕你说个嗨你都在上班。我没办法回他，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去回他。对，一下子我被梗住了。对，就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融入到了我的生活里面了，就是就哪怕是如果我以后离开了这个团，我这个软件我被收掉了，就是再也不属于我的，我会在想完了，我今天早上起床了，我想发点东西，我该从哪儿发，就是会有这种的感觉。
对，就是会这样子，就当时就是因为我也会有时候会想到这样子的，对对对，嗯，群里会，嗯，超话 B 站换公众号，嗯 ，OK， 了解，微博去，别说了，他啊，没关系，我跟先跟你说这种事情，可能，谢谢你的男孩俊俊送的拜年，谢谢。我现在26岁啊，没过今年生日，一切都是26 ，OK 啊，我现在26岁，不要跟我说过了一年就是27了啊，我还是26，我每年都是10月份生日，难道我只有每年的那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享受那两个月我刚迈入的一个新年纪，啪一下就跟我说好了，你长大了1岁了，我跟你说我还没有过，我就是26 ，OK， 26啊，26。对，我刚刚迈入了我26岁，我距离在这里的时间还有很长很长，所以说呢我还可以用这个软件很长很长，我还是很开心的，好不好？对的，是的，确实我还要在这里奋斗4年，对，我还要在这里奋斗4年，对啊，花了5年的时间才进圈，还要在这里奋斗4年，所以我们4舍5入算一算还有很长，对，还有很长，我们还可以很愉快的聊天，还能干这个事业很开心，对，嗯，确实不用觉得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还有很久，放心，就是不一样的人生，续写不一样的感觉色彩嘛，对吧？对，就是不同的时间点能就是遇到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前几年的我是比较属于那种一直想为得到这个位置而去努力的人，但是今年我其实很想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把很多东西做得更精准一点点，然后把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就是想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对，确实那肯定也要去更高的位置，对啊，张老师没有，不是说张老师开课了，就是说今年也要去努力，对啊，嗯，对，加油加油。怎么打斜了？怎么转过来来着？哦，谢谢狂吃双皮奶的仔送的虎虎生风，谢谢。吓一跳。我今天回家没有吃双皮奶，我跟你说，这一次过年回家还想去什么佛山、顺德啊、山水那种地方都没办法去，因为就怕疫情什么的，对，就是都去不了嘛。但是啊，我很怕广州最近也喜提新兴用户啊，因为广州现在有一例在番禺，对，所以我其实有点害怕。我今天才在想一件事情。我想说好不容易是那个上海星星摘掉了，我终于是一个无星用户了，在广州又给我安上了，那我可能会哭。对，我说这样子我才享受了几天没有星的感觉，又给我安上了，那我会难过的。对，应该不会啊，不会那就好的。我很怕，那无缝衔接，真的无缝衔接。烟花，你说星星是烟花是吧？哎，我今年都没有放烟花，对，哇哦，欢迎，对，我没有放烟花，今年没有放烟花。你放了，广州放不了。我今年比较实质性的愿望就是想去冲浪，就是运动的一些愿望，比较运动的一些愿望，就是别的东西我先不说，就是那种运动一点点的愿望，我就想去趟滑雪，就是真的那种长白山滑雪，
然后想去趟万宁冲浪，然后把车给学了。对，这就是啊，对，击剑，击剑。哎，我想学的新的项目就是花样滑冰。对，我看中了这个花样滑冰。我跟你说，找一天我空了，我立马就去学了它。我跟你说，但是真的。学个冰壶，请问我是学这个吗？冰上公演，然后还是啊，这样子是不是？冰刀，但其实我会滑冰。我以前就是，但是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旱冰，就是学花样旱冰的，所以我觉得旱冰跟真冰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对啊，所以说应该还好，走不出去的，下次会转圈圈。以前有试过跳起来转圈，哎，我找一下，我问，等一下问一下我妈有没有视频，她以前会拿 DVD 给我录。嗯，如果不是以前学芭蕾舞的时候，可能会一直学，因为当时我之前直播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过啊，就我之前直播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过，我会倒滑。倒滑很简单啊，倒滑，你不会倒滑吗？不会，突然觉得自己好厉害哟、哦！好凡尔赛啊、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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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嘲笑的感觉。没有没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以前，我滑旱冰跟我学芭蕾舞是同一个时间点进行的。比如说我，周一会去滑旱冰，然后我周末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学芭蕾舞这样子。然后后来那个芭蕾舞老师就跟我说，跟妈妈说，他说学滑冰会让自己的脚腕变粗，然后其实对你学芭蕾舞很不好。对，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后来我妈就问了我，你比较喜欢哪一样，然后我就选择了芭蕾舞。但是后来芭蕾舞也因为上学的原因没有支持下来。对，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学滑冰了。如果当时继续学滑冰，应该就也很不一样的感觉。说三遍了，那没关系啊，就是每次来都是不一样的人嘛，都说一说，说一说。我反正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的人。对，哇，当时看回我那个照片，就是每个人滑冰队的人真的都好高，我就感觉自己在里面像一只蚂蚁。如果别人是哎，蚂蚁有点奇怪，像一瓶养乐多。如果别人是一瓶雪碧，我就是一个养乐多啊。对呀、啊、对呀、啊，可能里面还有长得像娃哈哈。我的比喻很好笑。对对，不好意思，最近脑回路有点清奇。我身边的好朋友真的都很好笑，我初中的好朋友都很好笑，但是呢，就是我只有过年这段时间回来，才能跟我这些很好笑的好朋友去聊聊天什么的，所以说就只能就是在这段时间去搞笑一下，可能回去之后就没这么搞笑。对，对，就是可能大家身边的人有的人长得像。大瓶的可乐跟一听的可乐跟娃哈哈还有养乐多，但是我可能就是，这瓶大瓶可乐里面的一个养乐多这样子。对，嗯，
通俗易懂，对，就我相信每个人都喝过养乐多，也喝过娃哈哈，也喝过雪碧，所以这很好懂，对，嗯，确实。get 到了吧，因为我当时在想我该怎么给你们比喻，但是这个比喻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比喻，对，嗯，娃哈哈嘛就跟 AD 盖莱差不多呀，对啊，挺不错，很形象是吧，就是一下子就出印象了，不错不错，哦，会会会会，对啊 ，AD 盖莱跟娃哈哈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吗 ？AD 盖莱分大瓶小瓶，那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说的好老呀。我们之前不就只有那一个正常版，没有大瓶啊，现在才出大瓶的呀，对不对啊？那不对嘛。就是啊，所以说呀，有人长得很像李子源啊，因为就是学华并不一定所有人都长得很像这种，茶不是这种瓶罐一样的，有可能有的人就是有点像李子源，然后有些人可能长得有点像那个香蕉牛奶啊，对，确实。香蕉牛奶，哦，你要长得像金时代啊，金时代，哦，也行啦，嗯，我真的好会，没有你们会，对。有没有人长得像星巴克？星巴克有点过于魁梧了一点儿。对，你是说大杯的星巴克，还是中杯的星巴克，还是小杯的星巴克，还是那个他平时给我们送试吃的星巴克？超大杯星巴克，对，超大杯星巴克就跟我们标配，超大杯星巴克应该有1.6米了吧？首先星巴克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像爸爸妈妈才会喝的咖啡，所以我觉得星巴克在我的内心就是成年人，对，是的是的，没有错，我们小朋友如果标配身高的话就只配什么雪碧、可乐、娃哈哈还有养乐多，因为那才是小孩子爱喝的东西，对啊，没错啊，是啊，那形容一看听不懂哦，还有蒙牛，七喜美联达啊，对对对对对，确实确实，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花花牛，花花牛也才是我前段时间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才知道了花花牛这个这么好喝的东西，嗯，对啊，很好喝。阿信有抢到冰墩墩，我对娃娃其实不感兴趣，我觉得还是把冰墩墩留给更需要冰墩墩的人吧，对，花花牛是一个很好喝的酸奶，对，超好喝，嗯，一人一吨，哦，杀死，对，我看到了大家的冰墩墩表情包，就是把我 P 上去，然后我把它发给了家里面，大家都说哇，好适合你，跟你好像，你的表情好匹配。我尴尬了，
但其哎，你们知道吗？其实上一周的那个 vlog 我非常的喜欢，因为里面用的都是大多数都是粤语歌，而且都是很老的粤语歌。对，然后里面的一些我都非常非常喜欢，然后那首《糖不辣》就很喜欢。情意散，糖不辣，谁是幸福的爱人？这首歌吗？这首歌叫什么吗？这首歌叫《折叠过的思念》哦。我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有没有女生版本？但其实男生版本我应该都能唱。多少好过一点，与你相关都变成平行线。我说光过这里的思念。刺眼的晴天包围着我的心里面，感觉我能唱。一路奔走回过的思念，全部都藏在抽屉里面，看不见，也许会能让我多少好过一点。这首歌叫折叠过的思念，就是把你的思念折叠起来放在你的抽屉里边儿。对，八号我见到段总，我必定给大家开一个电台，让你们听听段总最近上班人的上班时代。好了，我要关直播了，家人们。我妈已经在那儿给眼神，让我洗澡，赶紧睡觉，明天一大早出门。拜拜，大家晚安了。明天再给大家说我去干嘛了。其实我现在内心非常的开心，对，我今天开心了很久，因为明天要去。好啦，拜拜，晚安了。